差唔多啦，今日唔好再练。点解啊，爹哋？我仲可以喎、啊。你再练，我惊你嘅手递唔起喎、啊。你几时受伤噶？我冇事，我冇整亲啊。冇整亲？真系冇？冇事啊。攞手俾我睇下。我真系冇事咧。冇俾我估中啊！你系咪又系冷叻，谂住一个打十个整亲咧？唔系啊，爹哋。头先咧有一招真系可以用你好劲嗰招咧，大炮剪翅。而家你整亲就赖爹哋添，咁你好学我。爹哋之前曾经成日同你讲过，打波唔系要赢，系要赢，仲要保护自己，赢到最后啊嘛。咪系咯，如果你受咗伤，你几叻都冇用啦。爹哋细个嗰阵时就系唔识，所以咧每一球都去到尽，先会整伤自己。你明？哎呀，唔紧要啦，爹哋，而家有我做花木兰代父从军。攞奖牌嘅梦啊，交俾我啦！哇，你讲到好似真咁喎，你唔好口轻轻啊，赢咗全港运动会至讲啦。系嘅，教练。第四届全港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总决赛咧，而家系 match point 啦。苏慧欣姊妹咧目前落后两分啦，佢哋再输多一分咧就无缘冠军噶啦。你咪應承過我，打完比賽贏咗啲獎會俾我噶嘛？冇問題啦，所有嘅牌咧都俾曬你，最緊要咧攞埋奧運嗰、那個。哇，講到好似真咁，唔使啦，有心就得噶啦。不過記住啊，打波唔好去到咁盡啊，打波係要贏。要學識保護自己，贏到最好啊！唱戲。我係唔想大聲嘅。我是參加了第四屆的全港運動會，當時我是代表九龍城區去參賽的，對手都相當強，我還商量了很久究竟那個比賽的陣容應該怎樣排，討論的過程是值得回味的一件事。我覺得全港運動會是唯一一個比賽是代表自己的地區去參賽，一班朋友一起打波，一起訓練啊，是相當之好玩。自從在港運會拿到金牌，阿女的信心大增，成績仲越來越好。世界盃啦、世錦賽啦、亞運會都拿到獎牌。2021年她還拿到東京奧運的入場券，備戰奧運。但她最大的敵人是傷患。你仲练波？你受咗伤噶？就嚟奥运啦，而家唔搏，等几时啊？今届打唔到，咪下一届咯，唔好再练啦。你再咁，你拎唔起个球板，打唔到波噶啦。一个有运动员，一生分分钟一次奥运嘅机会都冇啊！我唔想自己遗憾，更
更加唔想爹哋你失望。如果你真系唔想我失望嘅话，你就唔好再练。我已经同你教练讲咗，你呢个月唔可以再练，好好咁养伤。点解你唔问下我先啊？点解啊？你记唔记得七年前我同你讲过，你参加全港运动会比赛系要赢，但系仲要学识保护自己，赢到最后。呢个金牌系你亲手送俾我，但你知唔知道喺爸爸心里边最重要嘅金牌系你。你呢个月唔好再练啦，我陪你一齐好好养伤，好好休息。我希望你用最好的状态为自己打场好波。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你，茫茫人生可尽荒野，如系能伏于爸爸的肩膀，谁要下车？难离难舍，总有一些。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间灾难会想起这单车，还有幸福可借。爹哋啊，不过呢，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恶地骂我？我不是骂你，我是大声跟你讨论而已。讨论讨论可以细声啲啊！我哋两个其实可能性格上面咧，都系一啲对自己中意嘅嘢系好执着，同埋好有主见。我哋都系商量，就唔系硬嘢，我大声啲讨论有你。我谂住你多读书，但系咧就担心你只手多啲，打到只手变晒形咁滞啦。我以前咧打比賽都係揦口冷面，好緊張去奧運，係一個相當大壓力嘅一件事。一開始其實都釋懷唔到嘅，就發揮得唔係話咁好咯。佢哋都話其實難得去到奧運 ，enjoy the moment。慢慢去到最後係同自己講：，唉，比賽贏輸唔重要，最緊要咧就係享受比賽嘅每一球靚波。东京奥运女子乒乓球团体赛，港队击败德国，勇夺铜牌。骑兵苏慧音连赢两场单打，逆境反胜。爹哋，我冇令你失望，我要将奥运呢一个牌送俾你。In your eyes， 为我改卸下半身，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，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，荣幸眼神能替我运上旅行来点灯。
俾啲掌聲展鵬同埋 Sherman 嘅精彩演出。